一路以嚟，我背负住太多秘密同仇恨，朱砂如疤，定人生死，所以冰封咗自己嘅内心，而呢个女人突然闯入我嘅内心世界，佢对身边每一个人都好，除咗我。世间事唔系强求就有好结果，苦果亦是果。冥村皇后，3月25号晚9点半，翡翠台反转再反转。